小婷，你听到这段录音的时阵，就表示讲，我的人已经离开台湾啦。其实嘞，无甲你讲一声，我得渐渐离开。我真正足希望天公伯啊，会当阁给我一遍机会，重见光明，好我会当亲目睭见着我上爱的你。无论这中啊，我付出偌大的代价，无偌大的风险，我拢会去试看卖。我真正足希望，我的心啊内底。会当搁有一遍奇迹来发生。请入来，梅姐。梅姐，你要看麦，我找什么人来看你啊？小婷。你来啊，表姐，你哪知是小婷？你哪这搞？我闻到小婷的身躯顶有一个金色色的茉莉花香水味。多谢你阁愿意来看我。是的啦，我无应该对你隐瞒孙总被破病的代志。也不过我真正希望伊会当家己对你坦白，造成你心内这么大的痛苦，我真正就失礼。我无其他意思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飞弟，我即摆已经搬转去小家。那囡仔目睭当爱家己照顾啊！即马唯一我想要做的，就是把两个囡仔顾好。啊，那其他的我都唔免想伤济啊。我是讲，你的工作敢有较好啊？我听肥肥讲，应该是好个差不多啊。我无代志，你免烦恼。既然安尼就好啊，那呢我去看药生，你家己保重。小婷。什么代志？我，假使讲你也是要甲我讲孙静婷的代志，那你真歹势，我唔是你的病人啊！你无对我坦白，这我会当卖怨恨你。要唔过你明明知影，我上讨厌的就是人对我污蔑，还佫欺骗。你说身体安尼做，而且已经过六遍了，这些拢是我唔对。首先，你这么大的伤害。我真正对你就是累，小婷。其实我刚才是想要跟你讲，我希望你爱好好保重你家己，照顾你家己，也个宝宝。我嘛希望伊会当平安、健康的大汉。我会啦，你放心。表姐，小婷今仔日是来看雅欣的，我想雅欣应该是做好检查，那无咱做一起啦，哈。小婷，即摆咱两个人的婚姻，拢面对足大的考验，还佫有挑战，所以咱一定要加油。是啊，也毋过我想，这应该是天公伯予咱上好安排。我相信今日过这个代志，咱拢成长袂少。以后咱的人生一定会过得越来越好。也是，你得好好保重你家的身体哦。佩佩，时间差不多啊，咱应该走啊。啊，好，我先去开门。小婷。你也要好好保重你自己，再见。
我会啦，多谢你，再见。大姐，咱家。这是目睭的治疗，也毋过恁家足清楚诶，目睭的治疗是有风险的，完全好起来机会只有两成诶。你敢真正无拍算，甲小婷讲好清楚？拄只看小婷讲话态度，我就知影，伊到即马也毋肯真正原谅我。不要紧啊，搁予伊一段时间，予伊。好好想看卖，反正伊会想通。好，来。我这边不告而别，老实讲，搁有一件话无法度当面对小婷讲。也毋过，我有甲我的心内话，落伫个我录音笔内底，藏伫个我办公室内拖。干那麻烦你，我出国以后替我交予伊。嗯，表姐，你放心嘛，我一定会替你交予小婷的。多谢你。麻烦你，三区收看。小婷，请你原谅我不告而别，希望天公伯会当保庇我，让我有机会，搁亲目睭看到你甲宝宝。时间，我绝对袂去甲恁分开啊！小英，你有没有机票？你去哪？我要给伟正哥加油啊！伟正哥，加油啊！手机还在啊？加油！加油！